国足又一看相公布新婚喜讯，娇妻颜值出众不输文晓婷，钻戒太抢镜。北京时间6月8日下午，长春亚泰镇中的国脚盘龙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了一纸婚书，正式公布了自己新婚的喜讯。他也成为恒大悍将王上元之后，近期内又一位步入婚姻殿堂的国脚级悍将。在盘龙晒出的照片中，他的娇妻崔佳也终于露出了芳容，长相清纯甜美的她颜值丝毫不逊色给贵州美女老板文晓婷，而她的手上佩戴的钻戒也颇为抢镜。这对新婚夫妻在照片中做出了比心的动作，互相示爱，甜蜜之情让人羡慕。在看到盘龙领证之后，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向这对新人送上自己的祝福。作为中超联赛中难得能踢上主力的本土前锋，盘龙的职业生涯可谓相当励志。此前因为在国内足坛无法立足的他，在美国职业大联盟闯荡了许多年。2017年初，他返回国内加盟了长春亚泰队，而这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上个赛季的中超，盘龙代表亚泰出战29次，贡献了8个进球7次助攻，在中超射手榜上仅次于吴磊和郜林。正是因为如此出彩的表现，他也终于得到了里皮的认可，在接近而立之年入选了中国男足国家队。